光伏羲，惊天动地，上观天文，下覆地理，太极两仪，四象八卦，离干观仪，启动玄机，龙马跃出河图，神龟现东罗书，大地之道卦中显，万物演变地道中。哦哦，自强不息是精神，厚德载物是胸怀，子贡兄早啊。孔礼贤弟早啊，请问夫子在书房吗？父亲一早与子路兄外出了，需几日后才能回来。哦，真是不巧啊，没想到夫子不在，原本想与夫子告假呢。告假？怎么，子贡兄？我家中有点急事，需要回去一段时间。本来想跟夫子告假作别，既然夫子已经外出，那么就有劳贤弟代我向夫子转告一声了。子贡兄请放宽心，我一定代办转告。多谢贤弟。夫子，这是？这就是尸草。哦，原来这就是尸草啊。此乃神庙之物，要推演易道，尸草必不可少。摘一些带回去，以备推演时用。好，要快一点，我们要加快行程啊。将。父亲，一路辛苦了。李儿，我这几日不在家，没有什么事情吧？父亲，一切安好。哦，对了，子贡兄家中有些急事，向您告假。您不在家，特意让我向您转达。有何急事吗？这个，并未提起。哦。那是什么？这是尸草。
此乃神庙之物，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。此中规律还需细细揣摩啊。世间万物皆自有表象，六十四卦囊括所有，不仅广设且精准，只引人感叹呢。前些时日外出归途中，我恰好看到诗草，便于子路取回了一些。你们看，这些就是成熟的诗草，一会儿我们就能用到。今天讲如何起卦，法于阴阳，合于术数，一讲理，象数占，有数即有象，有象即有理，数足则数成，则卦成。人道想掌握易道，就是通过卦。卦是人道掌握易道的媒介工具，如何与易道沟通，通过思维的感应，诗草的十八变，得到阴阳六个爻，组合一个六爻之卦，通过主变之卦辞爻辞，推算事物将来的结果，从中得到启发，运筹帷幄，进退自如，隐而不屈，达而不骄，知天命而行人事。昔日伏羲氏，凤鸟至，何出图，圣人则之。此乃阴阳之大道，合于阴阳之数理。万物负阴抱阳，或负阳抱阴，皆在此图之中。此数惊天地，泣鬼神。周易讲，天一地二，天三地四，天五地六，天七地八，天九地十。天数五，地数五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天数二十有五，地数三十，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，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。夫子，学生对于《周易》中说到的天一地二有所不解，为何天为一，地为二呢？这个大家要看合图，白点为阳，黑点为阴，奇数为阳，偶数为阴，阳即天，阴即地，故天一地二，天三地四，天五地六，天七地八，天九地十。天地之数各有五个，天数相加得二十有五，地数相加得三十，天地之数相合为五十有五，此数涵盖天地万物，成就万物变化。有神鬼莫测之功。另外，周易文大眼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，分而为二以象两，卦一以象三，叠之以四以象四十，归其娱乐以象润，五岁再润。
故在乐而后卧，这个我们在接下来将会用行动来解释给大家看。现在我们明白了河图的数理，现在我就开始给大家讲如何起卦。你们大家都一起过来看看。在天地之数中，变化之数五十，有用者四十九。此根表示事物之本体不变。将剩余的四十九根尸草随意分成两份，象征着太极生两仪，实则表示事物的负阴抱阳或者负阳抱阴。先从右边这里取一根，此为卦一。把左手的尸草每四根一组，开始数，象征春夏秋冬一个太极循环，数到最后手中所剩或一或二或三或四。此数只为一变中的一半，另一半的数为左边部分的余数。再数这边的每四根一组，所剩余数为第四营的一半。此两根合以刚才的余数三根，得出五根，此乃第一变。我们把剩余的再算一次。分二卦一，左右四叠与归乐，此为第二变。三变之后的总数为一爻，经过六次三变会出现六组数字，不外乎三十六、三十二、二十八、二十四这几位数，都除以四会得出九、八、七、六四个数。九数最大为奇数，表示太阳为阳动，符号记录为圈儿。六数最小为偶数，表示太阴为阴动，符号记录为叉。七表示少阳，符号记录为一横。八表示少阴，符号记录为断开的一横。这就是在乐而后成卦，四盈而成易，十八变才能成为一卦。此卦为主卦壁，它的支卦为小过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，坤之策百四十有四，凡三百有六十，当七之日。二篇之策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，当万物之数也。是故四盈而成易，十有八变而成卦，八卦而小成，隐而深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天下之能事必矣。显道神德行，是故可与筹作，可与幼神矣。
知变化之道者，岂知神之所为乎？经过前面的分卦叠乐十八变的程序，得到乾之策216爻，每卦六个爻，合计36卦；坤之策144爻，每卦六个爻，合计24卦。乾坤之策共计360，表示一年有360日。事实上，每年不止360天，而是多一点，所以每五年把多的加上去，就多出一个闰月。这样，经过四次的分二卦一的程序，得到一个爻象；经过18次的变化，得到六个爻，形成一个卦象。虽然是18次变化得到一个卦，可是得到的卦象未必相同。即使卦象相同，可是阴阳之动又未必相同。其变卦则不同，则决定了事物虽然起点相同，而结果会不同。说明数变引起的象变是不可揣度的，不然何以阴阳不测谓之神？然何以八卦成为小成的？夫子，学生对此有些感悟，学生释解，恳请夫子指正。请讲。学生以为八卦是事物归类的一种表象，天地之道的运动变化现象在时间相同时，由于空间不同，则事物的状态条件就不同；空间相同时，由于时间变化，事物的状态与需要条件也会不同。此谓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现矣。古人不管时空万物怎么变化，都用阴阳的八种形式来表达，此谓归类。但此时只是小成，因为八卦的八种现象不能将易道的异常同时变化表达出来。将时间与空间都用八种同样的符号来表示，然后按照时空变化的全息模式，把时空八卦进行反复相交，继而形成8864卦。这样天地之道最大的变化模式就演示出来了。64卦是由八卦引申而来，是为了更全面地表达道的变化与状态。卦虽然增多了，但是道的本性不变。天下之事不逃乎道，而道只有64象。何谓不变应万变？不变者道也，象也，而道象之变不出乎卦也。如此而已，天下之事简矣。子贡回魏国已有不少时日，也该回返了。不如大家来为子贡占上一卦。终于我也可以占卦了。夫子，我占得火峰顶四爻动。顶卦94爻，顶卦94爻，顶折足是无足之意，是不是子贡在返回途中会遇到危险呢？上去，你笑什么？夫子，子贡会不骑马，不乘车，乘船回来，不用车马，也不用足，何来危险？过几日自有分晓。我们已经学习了起卦，通过诗草的四营十八变，得到六个爻成为一个完整的卦象，爻象
虽然是在一个卦中变动，可是吉凶却在人道中体现。能否取得功业，就是看现在到将来的进退变化。而圣人的思想，在卦辞、爻辞中都体现出来了。啊，子贡兄回来了！子贡兄回来了！见过夫子。子贡，家中一切安好啊。多谢夫子关心，家中一切安好。看来先前那一卦还是商渠解的准确。哎呦，又算错了。子贡兄，你要负责啊。啊，我要负什么责任呢？